回家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，这由我来照顾。你父亲的后事，我会料理，你不用担心。回去吧，你太累了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是怕在这个时候我还留在医院陪你母亲，别人会讲闲话。可是就是因为在这种时候，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我这一生不会忘记你父亲打我的耳光，他实在是个好人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兄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碰你母亲。不管是我怎么爱她，为了你的父亲，我不会娶她，也绝不会碰她。我跟朋友在酒家喝酒，有人竟然说你爸爸是因为你妈跟我爸爸才气死的，还有人讲话更难听，所以我就揍了他一拳。我们就兄妹，我要你知道，我跟你一样难过啊。你有没有告诉你爸这件事情？我一早就回去就告诉他，他就跑出去了，不知道他跑去哪里。他到医院陪我妈去了。小妹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还听说赵东升他的乌烟区来了，这样你就不方便跟人家在一起了。如果你爸都不怕人家讲闲话的，我更不怕。可是那样我爸爸跟你妈妈的下场会很惨啊，一定会很惨的。只要真心相爱，什么都不怕了。只怕你那个赵主任会毒害你吧。感情是两厢情愿的事，如果他真的要躲开我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什么是两厢情愿？你根本是在骂我嘛。你知道就好。光启，我很累了，你走吧。睡得好好，你睡得好不好？哼，那还用说？哼，夏丽娟，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学？
刚刚我们不是讲好了，我先请你们两个去找人，然后我好啊，走吧。东山，你快去嘛。不许去。东山，你怎么了嘛？人家何先生也是一番好意啊。何先生，对不起哦，他有下床期。哎，拜托你哦，你少理这个人。你要出去玩或干什么，等我下课再说好不好？好，主任吃醋喽。丽娟，别胡说，这样人家对何先生说不过去的，人家是一番好意啊。这样吧，东山，你等我吃完早点回来，帮你整理房间。你把要洗的衣服给我，我帮你洗。谢了，少在人家面前演戏了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！哎呦，主任呐、啊，主任呐、啊，你看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了？胆这么大了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了？是不是昨天晚上的事？你问我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了。主任呐、啊，主任呐、啊，这会破坏你的名誉的。怎么了？是什么？对啊，昨天晚上的事情啊。什么陈秋满的事啊？哦，陈秋满只是我一个同学啦。说啊，树人中学训导主任赵东山为人师表，却人面兽心，强迫女学生发生狗血事情。啊，主任呐、啊，你是这种人吗？连累主任的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我一来就发生那么多事情？李小姐啊，你是客人呐、啊，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啦。妈，那你不要说，不要说啦。说，我喜欢听，我喜欢听。你说，不要紧的。老实说啦，我不太喜欢这个主任在住我们这里了啦。啊，妈。对。我们小镇上有他这种人呐、啊，这是无耻，这是可耻，这是小镇之耻。你乱说啦！主任才不是这种人啦、啊！我不管他是不是这种人呐、啊，反正有人讲他不好啊，他一定有不好的地方。那金山嫂，看到我的面子上，就请您再忍耐一下，留主任住一阵子嘛。可是报纸上是乱说的，我妈也乱说的啦。明珍姐，你不要叫主任搬家了。我当然不会叫他搬家啦，我是要让他回台北去。不过在回台北之前，我会帮他洗清污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是这样子的人。校长要把锄头开除了。你汗多潮哦，没有用了。你知不知道？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一大早啊就召开了、啊、东西会了。十五票对一票哦，过半数啊通过啊，请你辞职的呀、啊。你为什么不跟董事会说，如果报上登那个可耻的事情是我做的话，警察早把我关起来。我是没有讲那个的，可是我有讲哦，如果你辞职了，我们学校这个橄榄球队呀、啊，就没有人训练啦、啊，所以啊，那一票哦也是我投的呀、啊，你不要再 A 了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呀？怎么样？我没有做错事情，我坦坦荡荡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知道你的记录哦，你以前哦，也是一个太保学生了啊，我是因为你哦会打那个橄榄呐、啊，你去找别人来打橄榄好了，你他妈的赚钱校长！什么？我说你们这个赚钱学校。我不干没什么了不起。校长，听说你要开除赵主任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吴教官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，你去管你的头发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早上校董会开会，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了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，
他们呢、啊，十五票对我一票的呀。校长，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，我没想到你是一个没有肩膀的人。如果你肯帮我力保的话，校董会也会听你的。对，校长，我相信你也知道赵主任不可能是那种人。我每天跟他同进同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为人。他即使再好色，也不至于好色到那种地步啊。吴教官，谢谢你啊。不谢。你们呢，听我讲了。你先不要讲，你先听俺讲。对不起，校长。老张，俺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开除了赵主任，俺这工业不干了。好，老张，我这个教官也不干了。你们哦，实在是给我太为难了。我实在是哦，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有很多很多人哦，在赵主任的背后啊，想他什么什么，你们都听见了。哦，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在俺的背后说俺的坏话，你就不让俺教学生书法，让俺当工友建门房？哦，有人在背后说赵主任的坏话啊，你就让赵主任走路啊？俺告诉你啊，还有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在背后说你嘞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不要干了，你不要干。俺的人都豁出去了，俺憋了多少年的话，今天一定要讲出来。你知道人家背后讲你什么吗？背后的呀、啊，叫你，矮校长啊！你再矮，你再矮，我把你开除。哦，滚，滚出去呀！你们这是何苦呢？这不该你们的事情了。主任，您知道我对您一向是忠心耿耿的吗？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俺一听说，管他奶奶的，反正啊，俺把积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讲出来了，心里舒坦多了。他开除就开除吧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这有本事，饿不死的呀。主任，校长真的让你辞职啊？那不关你们的事。蔡丽娟，你的头发又怎么了？教官，可不可以暂时不要管学生的头发，让我跟他们说几句话？哦，好。校长也没有错，今天报纸上登的这个事情呢，在没有澄清之前，我实在是也不方便继续待在学校里面来带领你们教导你们，我无所谓。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对你们的同学陈秋满给予更多的关怀、帮助和同情。陈秋满这样子吗？他自己心里明明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不敢说？不要这样说他。我才不管呢，我要把我知道的通通都说出来。蔡丽娟，你知道什么？快说。妈走。哇，我本来想帮他们两个掩护的，可是啊，这不许说了。没关系，其实他不说我都已经知道。主任，你知道啊？主任，你知道什么？知道什么？秋满不是不敢说，他只是跟你们一样，想掩护某人对他做的事情，这也是一种爱跟牺牲精神的表现。可是既然你们所掩护的某人不敢挺身出面来澄清，自己偷偷的跑掉，让我来帮他背这个黑锅，这样也好，我走了以后不就天下太平了？我这种为爱牺牲的精神表现应该没输给你们吧。有什么用啊？那我们就不要像孤儿一样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班长也跑。
师，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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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，是你们啊！哎，我正巧到学校去看一看。马吉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马吉，你才马吉呢。徐老师，没有关系，慢慢说。老师啊，你知不知道那主任要被那个 A 校长开除了？主任是被冤枉的。哎，可是，哎呀，都是陈秋满害的啦。老师啊，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班长他哦，他又……我听说了，吴养贤又逃家，怎么办呢？老师，你点了，拜。曾坤，你说没有关系。你说话呀！叫你说话，你又不说话，白痴！你才两天呢。老师，你能不能？怎样？你能不能去跟秋满说？我是可以去跟秋满谈一谈，可是他不是对我有敌意吗？哎呀，不会啦，这种是女人跟女人比较好谈的啦。也好，也只有我和秋满去谈一谈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马琪啊，徐老师，我马上就去，你也赶快回学校去吧。我想你们一定是翘课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老师再见。哎，马吉，老师，不管你摆得平摆不平这件事，你是不是可以保护好班长跟陈秋满？